刚下了地铁，还不错，有距离。加油，撑住！你那边飞机碰上了你。冬天下雨，洗洁精，收音机。你听几点几？哦，不错。当香。那个惩罚啊，三二一，是全队吗？对，所有人。对不起，春春。春春还一不看热闹呢。哎，不是，春春，我以为我已经逃过一劫了。没有，你刚才自己笑场那个。